为着要迎接中央节来到，彰化市公所将伫十月七日甲二十一号举办中央敬老甲宣召会北京分的表扬活动。活动前，彰化市公所先邀请宣召会金分红阿婆代表参与记者会，做会为将要来到九九中央节暖心，并且宣传。 今年彰化市百岁人岁有十五位，七十岁以上的长者嘛有2万多人。为着要祝福因长退休，彰化市公所每年拢会来举办庆祝活动。伫今年是规划伫十月七日甲十月二十一号举办宣召会北京分甲金分的表扬活动，并且伫中央节当天，市公所嘛准备了金色片，送予十五位百岁人岁。 咱彰化市这个庆祝九九重阳呢，有做一系列这个活动吼，啊加表扬吼。那么咱伫这个10月6号吼，啊到21号，咱两天来表扬咱的啊这个金白金分啊，以及呢咱的这个选秀分啊，啊加这个金分吼。啊，这个今年呢受表扬的对手呢愈来愈侪吼，啊咱的。 啊，咱的啊，这个北京分有17队吼，啊，咱的选手分159队，咱的这个金分啊，总共有259队吼，员工今年来上届侪吼。再来，咱第二点呢，咱的彰化市的百岁人类啊，今年呢总共啊有17队吼，啊，咱的一年来送这个金锁片吼。啊，再来，咱第三点，咱彰化市啊年满70岁以上啊，已经有24,499位吼。 啊，因讲嘛创立这最高吼，那除了冠军户，诶，这个36球就是65以上发3000块，啊，这个80岁啊发这个6000块，90岁发9000块以外，咱彰化市公所75以上搁加500块甲米线吼，互咱所有时段会当过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中央节吼。今仔日伫现场，彰化市公所大新准备了3层悬的鸡蛋糕，市长邱建虎甲大家做伙唱生日快乐歌。 为这六对翁仔某献上上亲的祝福，伊就因互相扶持到永久，嘛希望大家会当更加重视敬老尊贤的观念。除了尊重家己长辈，嘛爱重视每一位长者，让中央这个精神会当永远流传落去。新中华新闻，北平林中华采访报道。